声音怎么说呢，我也还在多练练呢，我声音我觉得还好吧，一般般。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哇，大家晚上好。哇，咱们刚开直播一分钟不到，现在3000多个人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小伙伴呀，庐山真面目你们想看吗？想看我的庐山真面目呀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27哈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现在咱们直播间4000多个人，我证明一下，咱们现在是真人在直播，因为最近盗播录播咱们的太多了，就模仿咱们的冒充咱们的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今天带你们出来看看风景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你们看这风景咋样？乐山乐水，乐山最美，这是美丽的大乐山。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感冒好多了，对，我的感冒已经在那个小吉年精心的这个照顾下，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。你们猜我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刚刚从那个刚刚谈的事儿，刚刚我吃了饭，我在吉年吃了饭，我去谈了个事儿，然后我让吉年在这外边等我，我现在看他在哪儿呢，我去找一下他。哇，大家晚上好。网络不倒支持叶总到老，谢谢谢谢。吉年呢？对，我现在在找他吉年呢。我刚刚不是叫他在这儿等我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这吉年到哪儿去了？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7000多个人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行，那咱们去找一下吉年，我看一下他在哪儿。这小姑娘跑哪儿去了呀？我们现在在这个，这是滨江路哈，这条河是岷江。岷江你们知道吗？应该咱们直播家人们很多人都知道。然后我现在我去找一下吉年，这小姑娘她也找不到路，她不会走丢了吧？因为我叫她在这个篮球场，我说你在这附近散散步，然后等着我。快找吉年去，对对对，快找吉年去。我的天，要是把这小姑娘弄丢了那咋办？我的天呀，那你们不把我给收拾了吗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啊，吉年万一走丢了，你们指定不会放过我的，对不对？咱们赶紧把吉年给找到。我看一下啊，哎，这下边还可以下去，这还挺高的。这小姑娘不会下到下边去了吧？我的天，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10000个人呐，这么多人。网络不倒支持男神女神到了，谢谢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感谢你们一路以来支持与陪伴，真的，我们。玩这个抖音哈，玩了整个网络就几个月的时间，有你们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陪伴，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也会做好自己，不忘初心的，一定会，就是说咱们一定不会辜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对咱们的期望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终于赶上一次直播了。哎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怎么办？现在是我准备来找一下小姑娘。然后完了，我在这儿我也没找到他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这样我再看一下，小年，哇，那边是啥？他不会走到这里边去了吧？领结婚证吗？还没领呢。我说实话哈，如果有一天我能跟吉年能够走到结婚的那一步，真的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一定请你们来吃酒，一定有你们的喜糖吃。好，现在咱们直播间1.5万个人。1.5万个人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婚礼嘛。因为今天吉年没在哈，我在这儿说一下这句话。哎，这边是荒山野，这哪儿去找吉年呀？我看一下，我们要不要给吉年打个电话，你们说抓紧找吉年，他不会走到下边去了。叶总买房子了。我告诉你们哈，我现在带的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？咱们主播家人们，我是打算给吉年看房子的，真的，我有这个打算的。然后我打算给他哪儿看呢？你们看到对面不？对面这栋楼，我上次给吉年看房子就是在这儿看的房子，然后对面有一栋楼，然后我说上次带吉年去看过，然后感觉还不错，但是呢，我想的是这个房子呢，我想一定要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咱们买房子归买房子，咱们一定要买得有意义。打电话，行，那咱们打个电话，我打个电话给吉年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咋回事？小姑娘手机咋关机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您好。不行，我想一下。
再找一下吧。他不会下去了吧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在河边呢。他不会跑下边去了吧？这挺危险的，这河边。啊！打电话关机呀、啊！我看一下，几点？啊！我找一下。哎，他在那儿。哎，我的天！你在那儿干嘛呀，今天？